狗蛋，你干什么去？兄弟，让我进去看看我儿子好不好？我们队长已经进去替你找了。不知道，但是没有听见枪声吗？是不是狗蛋出事了？队长，队长，你在这里守着，我到那边去看看。队长，还是让我去吧，我才就废话。是，给我打。 狗蛋，不怕，不怕！出事了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呀，你别进去了，我们这么多兄弟已经进去了，现在进去只是添乱，你会害死他们的。我害死他们，我就想看看我儿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开我，让我进去。你现在进去只是送死啊！死我也要进去！不怕，狗蛋。不怕。 他是狗蛋，对对对呀，起初你的儿子，是跟我走。去，抓住那个游击队，快点！哎，走！放开！你去吧，你死我也管不了你，去吧！哎哎，你还真去啊？给我追！ 走！走！快撤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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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狗蛋儿到哪儿去了？你找到没有？找到了。队长，你先撤，我来掩护。好。我的狗蛋，走，快，走。把这些土八路全部消灭掉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其他同志留在这里给我阻击鬼子，我不走。
再不走，我一枪崩了你！放了我吧！快，看看两边。好了好了，我走，我们走。队长，让我留下吧。小子，给我听着，你要是活着出去，我重振霸山游击队。走，七川，走啊！铁拳，不是死了吗？大哥，吴景轩已经跑了。